第六十二课第34至38首彻尼5999。各位同学好，我是钢琴老师谢明琪，我们继续学习彻尼599。在这个课程里我们将学习第34至38首。彻尼是奥地利作曲家、钢琴家和钢琴老师。彻尼出生于西元1791年，死于西元1857年。彻尼是位多产作家，作品共有
一千余首他所做的练习曲，至今仍为重要的钢琴教材。练琴需要注意的事项：一、坐直；二、肩膀放松；三、手与键盘平行；四、手指圆圆的；五、用指尖弹琴；六、尽量按照指法。第34至38首的调号是 C 大调，音乐形式由第34首至38首皆是 AABB 的两段式。这些曲子的和声是以基础三和弦为主。第34、37和38首里拍号是68拍的副拍子，在第35和36首里是普通拍号，也就是44拍。由第36至38首我们练习临时记号，例如升记号、降记号和还原记号。在第34首里右手练习长短节奏，而这些音程大多为三度和六度。在第35首里右手练习和弦进行，这是双手学习跳音或者是断音的练习。在第36首里左手是阿尔贝提低音 Alberti Bass， 虚弹的安静的。在第37首里右手的旋律主要是三度和六度音，而左手的八度音程是以5-1-2指法弹奏几乎整首曲子。在第38首里听起来像是舞曲，曲子一开头的 Dolce 是弹的甜美的意思。